主料，苹果20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花椒粉、面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苹果洗净，将洗净的苹果撕成小条，将鸡蛋打散，与苹果条以及适量面粉混合搅拌均匀，并加入盐调味。锅里倒油，将裹好蛋糊的蘑菇放到锅里煎炸到金黄色，捞出，把花椒粉和适量的盐放到锅里炒一会儿，然后撒在炸好的苹果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注意不要等油太热再炸，否则容易变焦，颜色不好看。另外，调制面糊时要放适量的水，面糊的稠度已挂在蘑菇上基本留不下来未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